室里的水果真多呀，有黄色的鸭梨，粉色的水蜜桃，紫色的葡萄，金色的柠檬，还有什么呀？小朋友快来，像你看你看，这个是西瓜，鸭梨，香蕉，香蕉，水蜜桃，水蜜桃，葡萄，葡萄，柠檬，柠檬，菠萝，菠萝，春天到，桃花跳，日兰花儿来报道，驴戏耶，嘴风摇，夏天到，荷花笑，鱼童树叶把手照，榕树绿，榕树绿，一夜枝头冒，秋天到，菊花闹，枫树红叶漫上飘，银杏叶儿遍地跑。Very good。动物园里朋友多，大家一起正快乐。老虎穿着花皮袄，狮子戴着大尾巴，正雪白北极熊穿着礼服，胖企鹅非洲动物有犀牛，大象和马，鱼骆驼，鸵鸟，斑马，长颈鹿，熊猫，特有在中国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老虎、狮子、河马、大象、犀牛、长颈鹿、斑马、企鹅、树袋熊、袋鼠、北极熊、北极熊、熊猫、鸵鸟、骆驼，非常好。数一数下面的立体图形共多少个小方块组成？这个是九，因为是这个有三个，这个有两个，这个有两个一，所以这个是三加四加二等于九。看他升天，胡子翘翘，一见小鱼喵喵叫，爱喜来懂礼貌，老鼠一见连忙跑。这个是第一位有喵喵叫的，喵喵叫还有呢？他吃什么呢？老鼠，所以就看到他就走了是吗？是。还有呢？狮子看到雪山的前面，猫看到山的侧面，马看到山的后面。这个是连，这个和马，这个和狮子，这个和猫。下面这些图片分别是谁看到的？根据图片，这个看到，从正面看会看到什么形状呢？请你在方格中点击出来。哎呦，这个，从右面看会看到哪幅图？请点击正确的选项。右面看到，是这边，右面是这边。No， 看如果在右边是看到这边的，看到这边，右面是这个。三角兔有很多一样的小绿方块拼成下图，观察一下从哪个面看到的小正方形最多，请点击正确的选项。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个，在下面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，那是上面呢？太棒了，恭喜你完成本次课后练习，快去看看你的答题情况吧。我们看看呢，真棒，现在你可以Music。